西洋批发啊，西洋，西洋食品批发。这个名字还第一次见，这种超市。Costco 是，我以前就买点牛奶，买点干果，那桶装的干果。嗯、你扯那么多，嗯，挺满了。好，得了。Costco。喂，Morning。Oregon， 这是红的牌子，中间一棵绿树，这种 Oregon State， 还有黄色的、蓝色的牌子，白色的、蓝色的，不一样。Thai available， Thai Instant available， 蓝色的牌子，哟，这个牌子不错，888。蓝色的 9X 德州的白色牌，俄勒冈的 Go Duck。哦，在那儿，我还以为
Mm-hmm.